所有人都在催你长大，只有默默陪伴你的枕边童话，还为你保留一颗童心，充满童真和奇趣的童话梦。六月，天津大剧院将开启中外童话月，在属于孩子们的六月里，中外童话月用世界童话经典献礼孩童，在早中晚三个不同的时间段里，共推出七场奇幻的儿童剧，三部经典作品累计演出超过1000场，为150余万观众带来欢乐。交互式表演的立体呈现，运用手雕木偶与真人进行交互表演，并完全融入到剧情演绎之中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